我叫刘金，九岁的那个秋天，我以为自己失去了童年和未来。教练说，去游泳吧，让它改变你的世界。梦想在0.03秒的前方戛然而止，我不会害怕，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只要握住离你最近的那一颗，总是会发光的。我是刘金，这是我的故事。